这样一台的自动贩卖机，里面有清洁剂、竹牙刷，还有卫生纸。不过找来找去，这里面好像没有投币孔。原来他要使用的是一卡通，它里面的绿点。就像一般的贩卖机，选定项目，轻松结账。先点下去第23栏，好，然后按去结账，然后它会扣点数，然后用这边感应。购物使用的不是金钱，而是环保署推出的环保集点。一卡通和悠悠卡等载具，先透过环保集点的 APP 绑定，不论是购买绿色商品或搭乘公共运输，都能累积绿点进行兑换。就先进的，我之前就是用大众运输，就是集了很多的绿点，那我绿点又可以来换就是环保的商品，我觉得这很棒。绿色行动换来绿点，就能免费兑换环保商品。高雄已经累积满20000会员，因此创全台之先，设立第一座兑换机。环保局就发想啊，能够来打造一台这一个所谓绿点商品的兑换机，那么提供民众一个兑换的管道。从这兑换机取得的不只是绿色商品，更是对环保行动的鼓励，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投入环保生活。大爱新闻陈怡珍、郑若平高雄报道。